我希望我可以在就是说比较短的时间内，把自己的部落格重新改头换面一次，因为在之前我本身就拥有一个部落格，可是我的部落格因为没有经过特别的设计，所以看起来就很阳春，而且文章我是久久才更新一次，变成就是说我觉得我的更新速度没有很快，因为一个人自己在家里意志力不够坚定，容易受到电视以及床的诱惑，所以来到这里，我们是一群同学一起做部落格，然后而且遇到问题有人马上可以回答，比自己一个人在家做部落格的效率好非常多，而且在这里大家会互相帮忙，有一种团队大家一起做部落格的感觉，所以我觉得在这边一起跟大家一起做部落格是一件很快乐的事，所以我推荐大家也可以来参加我们这网络行销班。这五个礼拜内，我利用了 Weebly 申请了一个网站，然后而且也赋予它一个专属的网域。那我利用这个网站呢，架设了一个属于我自己的一个模特儿经纪的一个网站，然后因为这是一个商业性的网站，在之前大部分都只是用部落格的模式去制作，感觉上比较不专业，那现在已经变成是网站的模式，所以我会觉得做出来的网站是很有质感的。网络营销旅游版赞。